中心社的朋友，你们好。我是光头老小刘家记。我现在已经到了北京了。我的心情很激动。终于来到我们的首都北京。我明天的早上去爬长城，这个是我一直很期待的安排，看看明天是怎么样的。我心目中的长城跟我想象的有没有分别？谢谢。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